说啊。你媳妇不要了吗？还是吵架？谁打算去吵？好嘛，还想为成功？炸！这是团队发的子弹。叮叮叮！滚！我看你是狗改的，去死！我跟我说了，我再也不参加了。我把我在军中一块钱抢的薯片给你吃。算你小子有下脾气。我都肯定没想得到。还说我把辣椒放的薯片吃了。哇，都有关系的三角。嗯。哎，在干嘛？在吃吗？